我们就走进这个扬州八怪。长夜里你可知我的红妆为谁染？这本来是这个市集，我们的水果的宣纸下的塑形啊，它又不是这样，又不是其他的一个东西，它是一个八字。它是放在有一份半香版啊，那其中的一个草书的这个绿草啊，那就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啊。暗窗孤独一物，爱是什么铭心刻骨，金榜花烛却是天涯茫茫陌路殊途，能不能让我为爱哭一哭，我还是千百年前爱你的白狐，多少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生生世世都是你的湖。能不能让我为爱哭一哭，我还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白狐，多少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来生来世还走你的路。我现在已经到了方向。然后这个大型活动的有人呢，还是有点。各个地方你到网上面查查去，一查各个地方的，哎，各个地方的什么小吃怪有人呢，查查去，知道吗？